求护前人慈悲，前到即功，昏到即功。护前人好，护前人好，好，请坐下。邱建林台长，啊，咱今仔各位点的孙台长，以及着咱助理，咱领任台长，以及着咱各位建林台长，大家午安。啊，今日不是特地跟特地上班，啊，我相信讲咱对一再啊听较深啊。拢腰酸背痛，尤其下晡啊，咱就开始，到时拢要停训吼。不过因为到四点就结束啦，啊，若过停训啊，到四点外来，啊，所以前辈者为着要恁较早转来，所以想讲啊，咱准备去变数，啊，比这个半点钟的结束，都无可能停训，啊，咱好好今日。来跟咱各位做一个建议。那当然，若要甲贡献，咱每一年啊来入这四个班次，这四个班次就是春夏秋冬，都得去办。这若要甲贡献，这是一个真正思想，也真正宝贵。因为道德经，咱拢知影是老子的思想。老祖的思想，那圣人因为用着伊的发迹地，开拓着这本的经典。那这本的经典，要听这本的经典的人，如果若无迄个意见，甲无迄个赞助，咱听了到底头蒙蒙，头蒙蒙啦。所以我今日离金光经不得离金光经的十五分内底那出来啊。如来是为法大乘者说，如来是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修持脱生处境，如来悉地是人，悉见是人，该地心中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为变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定，悉为尔当如来阿妙陀罗什么什么的。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来。释迦牟尼佛，伊当然，伊要讲到这部《金刚经》，要讲到《法华经》，要讲到《法界》，因为伊毋是对凊彩人讲，伊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什么叫做大乘者？什么叫做最上乘者？大乘者哪个解释叫做菩萨？哪个讲最上乘者来个讲起来，应该是达到摩诃萨。摩诃萨叫做大菩萨，到佛去啊，啊佛都免得佛来讲啊，到摩诃萨，这是为法大菩萨讲，为法菩萨，为法大菩萨咧讲的一部经典。今日经，咱这部呢《道德经》，相对的，同样的，就是道主是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其实，咱要来听这部经典，确实无简单的物件。因为哪讲，今日你若拿来求道，拿来修道，你要听这个物件，除了你过去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来转世，啊，比如讲咱六祖慧能，因为伊地藏果来转世，伊听到一个修者、修行人在读金刚经，伊就捌。这部《金刚经》的内容，除了这种人，啊，无呢？因为咱来，咱就要听《道德经》，咱就要听《金刚经》，咱就是要听这个上乘法，要听最上乘法，敢是遐简单呢？但是各位，我可能讲不好。其实，咱修道的宗旨，咱修道的迄个
求伊读，就是爱要出地。因为咱知影，修道大圣，咱求道道了后，人讲哦，修道三年，道在眼前；修道六年，道在脑后；修道九年，道在天边。是安怎讲呢？一直道理一直讲，一直深；道理一直讲，一直硬。就参照讲，你读六年，你读国中，你读高中，你到读大学，你若是阮华学，咱华学当时，迄是初中的第一届，初二国初中的上尾一届，要未国中的啦吼，咱华学的内迄届叫做国中的第一届，迄阵读高小要到初中拢来过课，阮迄阵读时拢有一个叫做哪？叫做就业班，啊，有一个叫做哪升学班，啊，就业班阮拢叫做芋头班呐，就是因为这读袂起，这人咧读的，拢甲你捡规班去，啊，无丙班甲丁班拢甲你捡一了去，啊，因为甲班甲一班是迄个是升学班，就是要甲去考初中的啦，甚至迄若考会起，伊拢伫哦国中，搁伫高中大学伫毕业，但是咱知影。迄阵读册是足可怜，离恁华国小时阵就拢有咧开始补习，所以读到大学的时阵，进大学我听一个学生甲我讲啦，伊讲考八分就当进入硕士去读硕士，考八分就当读硕士啦。八分你听无？八分就当读硕士啦。啊，若当咱八分就当读硕士啦吼，那阮当时咧读是遐，大家都读硕士啦。伊来讲呢，伊里迄个做选择题，甲填充题，我比较强，真正较强个五百分啦，都唔免读啦。但是过去呢，要读到迄个意境，要读到迄个战术，你讲到大学，迄阵啊读大学，那就叫恁存安那，你安怎啊？写一个作大条红纸，拢甲你打地方个总干事，地方个哦理事、理事长。写哦，啊，恭喜哦，恁后生考到某某大学哦，恁后生考到某某大学哦，哦，甲恁祝福。真恁各位，恁敢有听到读大学的？咱地方的理事长，咱地方的乡长，咱地方的总干事，写一条红纸去恁家甲你打，有迄种无？无啦吼，因为我相信大家拢上大学，嘛，因为要读硕士嘛，足简单的，要读博士，即代要用一个功夫啦吼。啊，所以一年咱话讲到底下来，就是咧甲恁讲，今日咱相信一家，咱一家，拢已经经过三十年、四十年，甚至五十年，甚至二十年，经过这一路来，听经听到这个时阵来，话咧甲我讲，伊讲，父亲父亲，啊，一年吼，我听经典，拢老人咧在听吧。我因拢听四十年、五十年听捌，伊少年的免得听这点都有困难。啊，若这点的大家都捌，伊来讲，人我听经师傅你听无？听经听到拢捌的物件呢？所以咱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咱要来听这段的经典。你今仔日若要进度到这段经典，你人生学得拢总零，只零，因为你长不长的阿婆。你成就不到阿斗，因为你不上进的阿斗，因为你不上进的阿斗，安、啊、怎？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会当闻到心的真大，咱能得到这殊胜的天道，但是要让你一世修，一世成，闻到一世修，一世成。但是咱各位姐呢，咱拢唔去读，咱拢唔去学，咱唔去修，敢有可能会成？有可能袂？无可能，那过去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啦吼，参差一个啦吼，讲有一个少年家啦吼，讲有一日的当中啦吼，讲迄个在新爷来甲讲，某某少年，有你一世人真有福报，你一世人福报足大哦，所以你一世人袂叫恶事，袂叫妖事哦。有这个少年家就真欢喜啊呢，是有在新爷来甲我托梦，托梦讲我一世人袂叫妖事。啊，嘛袂去无事。我一世人当中吼，有大富大贵，吼，这个少年人就真欢喜啊。大家在哪？
西街个瓦车，啊大村，含出哩含出哩就对啦。食到一个怎样叫饿死，你听无？啊，怎去地府啊？高级个天，去高级天主啊，变饿啦。有天主，有天主，我唔甘愿，你唔甘愿呐？我今日去你家早死，死去哦，再生也该害死，伊是反正再生也该害死。伊讲我一世人有大富大贵，都有大福报，但是个当中呢，我想有大福报个当中呢，结果叫骗一个后生个无钱就对啦。地府叫天主，真正把再生也调来，你知影无？问看有这个属性如何啦？再生也发觉有得对啦。伊这个命格是大富甲大贵，有福报，但是这个人较笨大死，伊吼我钱搬到伊门口，连出半日都无发现，无是应该。啊，你听无？这虽然讲是个故事啦，吼，但是马甲你讲，恁今仔日来到这个末法幕后预兆，这个大一年的进入之下，恁今日虽然有这么好一年。咱受命数一致，得到这个殊胜的天道。但是咱各位姐妹，咱唔去修，咱唔去行，咱唔去行，咱好造功。阿弥陀佛，回天得等。阿那安尼当中哦，南无华严流行阿真成佛。所以今日咱爱知影，咱今现在是你家，咱各位姐妹大家，你唔茫看厝边头尾啊，你唔茫看济人来招人。你拢唔免去甲关心咧，迄行你拢做无关系。你想爱关心就关心，你有来无？这个叫强调，你有来无？你有来，就代表你今日去研究这块，阿毛你精进这块。你无来，就是你家己家己放荡、放荡、放荡，就是你对这块你受到多受到，现在当中就无精进。那经典。这个经典就是圣人的智慧，就我拄则讲个老祖的智慧。那老祖的智慧，伊咧讲道德是讲什么概念？咱先爱个了解道德经。其实，若真正有智慧，若真正意境有够，也道德经三字落啊，后壁迄拢免读，拢免读啊。啊，若安尼当中呢，啊，我着道德经逐个嘛咧念，啊，我后壁拢总唔免。但是我问你，你有老祖的智慧无？你有圣人的智慧无？你有六祖慧能的智慧无？人六祖慧能，人听到金刚经，人唔免修啊。人已经去到五祖迄个所在，行一个外月，要为着要去求迄个道，行一个外月，人行去到的时阵，东山寺。伊个讲你要创我，我只求做我不求伊物啊！啊，你这是烦恼，你要做什么物？做成因那自性，人有那白痴物，自性那个那白痴物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无数人已经了解，这个人非是一般顶的人。咱今日若对《道德经》这三字若捌，其实你已经千界已出，你已经千界已出，你已经以理归出，以理归去。深觉意趣，你心里面你了解，那道是咧讲啥物件，德是咧讲啥物件，经是咧讲啥物件。其实若要甲讲起来，道，就咱好来做一个足简单的比如，道就是一条路，咱这个高速公路，对个，对迄个到高雄、到嘉南、到台北，这叫做这条路拢无早动的。到早顿呢，无啦吼，啊嘛无红灯青灯，这条路叫做移管道，这条路叫做道，道是不变的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，讲哪，讲有理走遍天下，啊无理寸步难行，有这句话无？有理就是有道嘛，有道这条路若无顿呢，你伫高雄走到台北，因为完全。你真安心得到，但是这条路若转去，无你这无人无道道，若到这转去，你就走袂过啊。那这个概念就是讲，这个道，就是对家人、对台北走到家人这条路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。所以道，就是宇宙中伊的定律，有不变的定律。什么叫做德？德就是讲正当的行为。各位，
当你开这条路的时阵，当你开这条路的时阵，你有超车无？你有按照伊哩路标的规矩？你有按照路安尼行无？各位，这是一个正当的行为，都就是一个不变的定律。你乃当按照着政府交通部甲你按的规矩，你照这条路安尼道道啊开去，你要到台北，要到基隆，要到对一个所在，拢叫做安然自在。但是如果今天去，你若无按照这个规矩去行，你甲超车，像这两日啊，你咧磨刀，伊一个赛小镇，然后对阿边弄咧，啊弄咧，迄台撞到偏一边过，啊迄边怎撞来？我害死一个，弄死一个五岁，甲一个几岁，我弄死两个人。伊哩就是呐，伊就是无按照着迄个车的规矩，迄个距离，这条都是不变哦。的是行为，咱各位先生，咱大家拢有道啊。但是咱要按照这个规矩去行路，经就是经，经就是一个规矩，经就是一个规矩。今日，咱六祖慧能阿怎甲你讲？讲安那，心平何如气概？行得何用修相？心平何如气概？行得何用修相？心叫做平，平叫做道，平叫做清净，平叫做无量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二十三分内底当中，因为迄种安怎讲，内底迄段文怎讲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即名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。伊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修一切善法，是无地一切善法，就一切善法，是名一切善法。金刚经二十三分，甲咱讲这段话。是法，佛陀咧讲，是法，这个法是什么？这个法是什么法？今日，咱一贯大法是讲什么法？是叫做平等无有隔阂。那平等无有隔阂，平等就是无对立，无对立。所以六祖大经有一句话怎讲？讲平等心地心无病，哦，妙观七地见慧果。平等心地心无病，咱的心有病，就是咱心不满，咱心无平等，咱心执着，因咱这个心作脆弱，咱这个心的计较作厉害，咱这个心的比较作厉害，咱这个心的我我不断，人我不断作厉害。所以你这世人就是母子的心不袂好势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气力上大。咱这个心的气力太厉害，你只是听听咧，安尼有理哦。对到底，恁太太讲一句较无好听咧，迄个叫做压过遐阿爸，叫做开始压过遐阿妹。你若当个听听咧，讲安尼，今日只听一句袂歹，你对恁阿甲你讲，你今日去规拢走走停停去，去听到你敢也袂使。阿妈跟得大条下，有平定了无？开始就得起高血压，是安那恁一句话恁忍袂掉，是安那恁一句话恁挡袂掉，因为你的心太无力量，太脆弱，现在脆弱，因为你的色相反，意识相反，主观意识相反，所以你我当含服你家己的主观意识，所以不得当时苏伯联盟不得的时阵，温和应主君的含服意识，你金刚经的地位讲。我要安怎安住我这个真心，免得含糊我这个无常心。今日唔是讲金刚经，所以今日去当中，是法心平何如气概？是法平等无价。你金刚经、甲你六祖大经、甲你心经所讲的心灵所讲那种思想，完全无能用。这叫做哪？这叫做作对，这叫做作对之法。所以，这名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无上大法，这个叫做无上正定正觉。正正啊！咱今日，咱大家已经求到了，这大法已经求了，这个道已经求到了。但是，咱请问，咱有按照道的这条路去行无？有按照直去行无？有去行无？所以行，行就是路径，就是你按照着这条路的道德原则去行。那安尼，咱人生要行上解脱的路线。这是一个非常的简单。如果恁今日去有，那我呐，
得到刀，我想过去想要讲一句话，念佛教上一句话讲：老和尚脾气大，啊，大法师是家事大。以前的老和尚的脾气大，老和尚应该老和尚的境界足悬啊，是安那脾气较大。当然讲，咱今日的修行较实际，这条心，咱这条心，不是遐尔简单，不是遐尔简单。国神头一个讲到名声，讲到这段的国神不是修为的变，显变基本修为天的变，绵绵玉尊用就不动。这句话哪能讲起？国神是不叫做国神？是不叫做不是？是不叫做不是？它是独立而不改，它是周行而不殆。各位先生，咱有一个国神。咱这个国神是上天赐予咱，我者到即马自过去来六万多年来地当中，咱遐绝对无改变，咱无改变，无法度，因为咱习相惯。咱迄个国神足无奈，互你这个世界拖累六道轮回痛苦。人本来是精神拢娱乐，伊无甲你累到面上，会你甲害死，因为你那伊个习相惯。人伊本来就是独立而不改，你甲传咧轮回，伊嘛互你传咧轮回；你甲传一天道，伊嘛甲你传一天道。伊个叫做啦，伊叫做你个主性，迄叫做不素。伊无有一个死，有一个死，就有一个我；有一个我，就有一个死。这叫做世间法。世间法就一个生死，但是出世间法就是无生死，叫做永生，叫做永生。他没有对立法。所以那个国神不是这个话立出来当中是跟你讲啦，你有一个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的主席，上天给你这个物件，显变，这个显变，咱有讲，这句话拿咱三宝的解释，解释叫做显。第一句话咱三宝是咧解释，解释叫做观，叫做显观。显变之门是为天的根，各位。南京那边，南京那边，有电话无？有电话无？哪个电脑电话？啊，电话从哪来？对电来。啊，电从哪来？你若有遮开开关，伊才来。安尼敢听有意思？因为电话就是电灯，就是对电来。电就是咧讲独行，电就是咧讲无形的物件。迄电话甲爆开，你有看电咧走无？有无？无啦吼，无你甲蒙看卖咧。有，一电人呢？一电人呢？就是你有电着，你有感觉。你甲蒙未电，就是你无感觉，就是无电，叫做感觉。我对你个师傅念者，哦，我感觉，哎呀，这人啊活咧。哦，我念未未感觉，啊，这人差不多啊。安尼敢听？就迄个国神已经造出。咱今日去这个电，就是经过什么物件？迄开关，显变。咱讲显变，显变比有变强有无？咱今日去有一个开关，那个字嘞，撇一下了后，迄个电咋造出来？迄个光咋造出来？电就是体，电就是用，光就是功用，电就是功用，其实。咱而且当中呢，因为国神是体，显变是用。第三句话呢，绵绵玉尊，安尼叫做什么叫做绵绵玉尊？其实你定了开了了后，你拢要遐管，伊绝对袂当伊。除了讲只电脑我歹以外，绵绵玉尊，咱自上天发人到这个时阵。咱换一个出来，你已经有一个念入来，你永远不是在困，有绵绵玉尊了无？还是你永远不是在困到死去，无啥当活开？干完呢？无啦！我问咱各位青年，你昨暝几点困？我昨暝十点呢，你十点在困，你十点就困了，哪有困你唔到十点啦？啊！我问你，一早是一早几点爬个？你讲一早六点爬个？我讲你六点了，你早六点已经无咧困啦，你早十点已经也未困，安听无？就是已经进入到
迄、那个无我无主、无我无执，迄、那个时阵叫做绵绵欲存。啊，无因为你的思想内底，你有思想在活嘅，你无你今日进了，你今日进了无我无主，迄、那个叫做死地无安尼。伊说绵，伊叫做绵绵欲存，他永远助力化解落来了，伊绝对无离开你。有绵绵欲存无？伊是绵绵欲存，就参照咱。既然生于幽灵，不因无人而不好。既然这丛兰花，伊生于幽谷的内底当中，无因为你甲看，伊就变现出水予你看；无因为你无咧看，伊就无水予你看，绝对无认同你。因为伊影成了伊真正真实面的。但是咱今日，我当绵绵如尊，后壁第四句话叫做哪？叫做用而不动，这句话呢，按你解释，今日三公以前不改变色。今日你若进入个无我无执内底当中，即使三公以前，你袂因为今日不改变色，得参照新老坚韧，那边来庆赏。以前呢，他没有一个我在死，伊无有一个我在死，无有一个我在活。伊进入了多世界，伊进入了自然的覆盖，伊离迄个覆盖内底当中，伊家主宰，家主权，伊无因为离一个色色心，离一个色心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今仔日来产生一条害怕，安尼叫做哪？离心境的第五个眼，叫做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，迄个叫做自在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甲你解释叫做。绵绵欲存，叫做用之不动，用之不动，未生梦想是挂起了去做。咱今日去接过只，办到牺牲奉献，咱就点完书，坚韧过去不管你外口咧办到，他绵绵欲存，因为他用之不动，他不会伤心。今日囡仔生一个懈怠心，生一个妄想心，做甲遮艰苦，我无想要做啊。那你已经离倒去啊，你已经做袂落啊。所以前几只就是一路来就是哪，一路来就是一直修。所以等我拄则讲个，事发平定无疆，证明不是心平和乐气概，心地拢是啥？心平就是道，心地就是道。后壁三句话。会记一句话：温积好养父母，义积上下相连，任积积恶无双。对印度开始来，这个叫做德，这个叫做德。六祖慧能甲你讲这个德，咱今日修很多，修甲足清净。咱对到主，咱两尊的菩萨，咱有真正的个孝顺，兄弟爱和睦，任积积恶无双。要敬咱有真正，把咱的心压落去。若能钻不出物理定性方面，若能钻不出的概念，就是讲你不断的，因为钻木取火的迄个概念，就是讲你迄个木得爱连续不断的去甲钻木，伊的烧度有够，伊才点火挥发出来，它才能火花。啊，就讲你今日一人修很多，但讲你修到未成。你今日去啊，都有问题，就是你下功夫不够，你用心还不够，所以你用心不够了后，你今日去，别讲成就人间的菩萨，无可能的物件。五年定心好念，你功夫下有够了后，对人道开始来，对德开始来，你道万万了。对德开始来，因为这条道是不变的物件，德就是我拄则讲咧开车。到底你有违反到这规矩无？你修万道内底当中，你违反人道无？足重要个物件。所以伫迄当中呢，若安尼当中，你会当不断在温积好养父母，你会当义积上下相连，你会当入积积恶无衰，你会当不断地钻木取火，不断的。若安尼当中，污泥定心方面，虽然是一个仁爱的社会。虽然是一个凡俗的世界，伊要成就一个菩萨，足简单的物件。今日去五年，会当生出足美丽
个人相相处的莲花。所以今日去，咱即部道经内底当中，若甲看起来，如书中啦，到上玉水中啦，这拢是有够赞的物件。咱好好去甲研究，甲实践，一贯的经历就是讲这物件。但是咱真啊符合着咱真正，咱王天文师做慈悲的，甲咱教育这段江苏道德经这段江苏出来讲给人听，阿妈都有这因缘相识，所以希望讲咱倒去。会当把咱的道亲，咱的道亲，虽然讲来到这个所在，坐咧到第一日，嘛到四点尔吼，但是虽然真辛苦，我今日辛苦嘛未辛苦啦吼，嘛有因为叫咱看啦吼，啊嘛讲过话，嘛神鼓咱听啦吼，啊嘛那嘛国会团，迄人因为买票一票拢是五块钱真好个啦，今日就只拢免买票啦吼，拢免买，啊所以呢。咱尽量会当把咱道亲，因为这个班，咱会记一句话：佛陀讲过，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那要甲解释，恁各位大家拢是大乘人，是一个最上乘人，安尼好无？时间到，最后祝恁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健康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不见你给我们慈悲，大众请起立。感谢我们的护生人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护生人的一般哦。好，再次热烈掌声，感谢我们护生人给我们慈悲，一起一般，心意一和盛唐107年，十月份亲上经典班，班严成，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到一冲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故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灯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。感谢护持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灯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啊啊，像等一下送鲜活哈，帮我们先等一下。各位简主编哦，等下人和单位吼，爱留落来整理场地哦，感恩。啊，这吼，我发有一个一张单吼，经理主编吼，叫我发报一个3S3837的一张单吼，要停车位的单，叫六弟吼，你给我加，啊，老胖你来加你啊，吼。哦，啊，送鲜活哦，我们等一下，吼。我们送鲜活哦，保持肃静哦，哦，唔是你再下当开干哦，麻烦请注意哦。
来，建筑朋友一起持驾，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到一宫，再极宫，三极宫，持驾前人极宫，持驾护前人极宫，送驾各顶的司极宫，坤道一极宫，再极宫，三极宫。持驾前人急功，持驾护前人急功，送驾过顶轮师急功。好，这样好啊！各位先生呢，慢走哦。啊，那个人和单位呢，啊，老人啊，变少哦，啊，进一场地哦，感恩。